高中的校长陈文良陈校长，欢迎校长，谢谢。来，校长请就我们的颁奖位置。To the main stage， 进化的心。首先颁发的是小型龙舟，龙舟的高中职组第五名，新北市立海山高中。何参是一个拥有多年餐饮经验的公司，取得认证。同时支持 Seeker 龙舟俱乐部龙舟运动的推广。今天是康桥高中 B 队第四名。哇，我们如果第一名总会还有一个5万吗？第一名有5万、10万，同机会。好，请抢好位置，不要被旗子挡住脸喽。大家好，好，中队进行的是，谢谢，紧接着是康桥高中 A 队决赛第二组，告示介绍，第二水道霞城三号码，第三水道六五龙舟队男子队，胜利把龙聚，紧接着欢迎亚军国立台南海事。小型龙舟高中职组拿到了亚军。As we can see, all three teams are picking up. 紧接着欢迎冠军，获得4连霸的台北市立南港高中。First place, 南港 High School.请那个校长站在中间，校长中间，然后大家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这样子大家才能够拍到全部的面貌。来，请微笑，请微笑。好，把裙子高高，裙子高高，让大家遮到脸哦。来看前方，前方我们有大会的工作人员，会为您拍下美好的纪念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右手边。校长，还有一个组别啊，稍微等一下下。来，校长先在旁边等一下，我先把所有的队伍先叫上台前。好。